也今天行啊，这样不用先扒了。爸，这怎么一和你吃饭你就这样呢？我还吃不吃了？咋不吃呢？这样，今天我们来一个公平的，我给你出道题，你答对了就让你先吃。哎呀，答什么吃饭答啥题？我不答。爸，你是害怕不知道吗？自己啥不知道啊？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，我不知道，你出吧，说吧。爸，请听题，中国第一大河是什么？不用猜，不用答，黄河。答错了，长江。啥玩意儿长？你说第一大河？对呀，第一大河是长江。爸，你小学没学过吗？第一大河长江，哎，好像有点印象。你小子，这都这么多年了，你给我。长江，误导我呢，在这儿。这样不行啊，我还对付不了他。我想想，给他出一题，出个什么题能难住他呢？你别吃了。啊，姓你给我出题，那我也给你出题，你也答不上来，剩下就是我的。我给你出题，你就接你的题。长江有多长？爸，这个我知道，长江全长6387公里。你不知道吧？啊！6387是吗？是6387吗？你小子说的对吗？爸，你不信呢？爸，谁反驳谁举证。举证？我举什么证啊？我一会儿再给我爸个机会，再给他出一题。爸，我再给你个机会。世界上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先有鸡，先有蛋。先有鸡。爸，不对，先有蛋。啊、先有蛋？那没有鸡蛋从哪来的？爸，你不信呢？谁反驳谁举证？又举证了你？